谢谢老板，谢谢四九城少爷，谢谢少爷的办卡，欢迎少爷加入我们的粉丝大队，好吧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千年之胜，在还没有四级之前呢、啊，我们玩这个光性的哦，就稳一点。到四级之后的话，就可以无敌。谢谢奶咖，谢谢奶咖，谢谢奶咖飞机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星空之上是不灭的守望。奶咖奶酱不是同一个，有两个奶。咱们玩的是走位，兄弟。我就问你怕不怕吧，你再出来我闪现杀你。哎呀，他直接走了，这意识挺强啊。那么深入，他知道我会闪现搞他。你差不多了，兄弟，真的。我压着你死死的，你别不信。现在咱们压着他，只要他的队友他不喊人，我多点伤害。哎，我们队友怎么先死了一个？是什么鬼？先死了两个了，要比他先四级。怎么说？搞不搞？来不来嘛？出来打一架好吧，行不行？我卡你兵线，看你咋的？哎，来不来？他太怂了，宫本玩成这样，没有灵魂了呀，只剩下了一个尸体，一个躯壳。你有大，我没大，要不要跟我干？嗯，来不来？大我！我的天，暴君被开了，不能撤退，撤退什么？撤退不可能的呀，这辈子不可能撤退。想啥呢，兄弟？嗯，不对，我这理性会比射手差吗？我照样也是远距离的一个英雄，对不对？游戏没打哦，那个气势就不能先输，你知道吧？还没打之前，那气势就会赢过对面，就压着他，让他内心都惧怕我们。来的时候先削他一刀，好的，一技能吃掉了，没事。我没大招的哦，你怕不怕我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中路被怼了，这感觉有点亏啊，这么打下去对于我们这边来说有点亏，但没事，只有队友就比较坑的话，我们才能体现出我们的牛批，对吧？要这么想，安慰一下自己嘛。好好发育一下了，一会儿有一打五的可能性，先给你一刀。我真没想杀你，真的兄弟，我真没想杀他，我只是想要吃一下兵线，结果的话他在那里跳跳来跳去，你知道吧，就很不看，很看不起我，他把我当成了我的队友了。一会儿他，我估计啊，他要怪那个宫本了。你怎么把理性养得这么肥的？
猥琐，他很猥琐，对。我们这个模式的话，发育会比较快，刷的会比较快，跑的也比较快，你知道吧？就刷刷刷很快的那种。反正不要钱的，变来变去比较酷嘛，一会黄的，一会红的。不是你们看不到我的战绩这么骚吗？啊！你看他连大都开不出来，讲道理，你就不跟我有人头有辅助有助攻可以拿，你们就不来，有人头你们也不要，过不过来，来不来，老弟？嗯。这个样子我就很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这个样子的话，就很不好意思，就多少会有点羞涩。所以各位大佬点个关注哦，右下角正在抽奖，就那个定制礼物，定制礼物，一个会预热变色的一个杯子。是我一个大招，他直接残血了。我这伤害啊，不是那种玩的，我不跟你们开玩笑。我要继续发展，一会儿的话，一个大招直接一个大招，一个人头。你们信不信？你看你这没伤害呀。要跳走。他不跳走的话他又死了。长城和长安之间然后的话这个定制礼物哦，就发奖的那个时间会稍微比较长一点哦，因为的话要让人定制的，然后的话也是尽量就是说要让他那边做得好一点，然后要收集你们的那个资料，你们中奖的人记得就是说抓紧的提交一下那个收获地址，好吧。嗯，跳走了，被他的兵给打死了。你没了，我这么肉，骗人的吧？很想杀我。我慌过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虽然说我现在血很残啊，但是我丝毫不慌。他想不想打我？他不打我，打错人了你。长城和长安之间是无尽的浩荡。很多时候你们会说失血为什么还要烂？如果回一次家，这个经济就拉了，节奏就乱了，就崩塌了。能不回家我尽量都是不回家的，才能经济越叠越高，越滚越高，貂蝉在这。这还是射手比较灵活哈。这还是他比较灵活，稍微相比起来。你这是上头了呀，你怎么还是死了呀？死了之后 还坐地上干嘛呀你？人家是躺着的，你比较特殊，你坐地上的。040，我是04。强烈需要队友。我之前还真没注意到那个药死完之后他是坐地上的。亏呀！我本来认为我这个名刀啊是能抵挡一切，然后的话又杀了他们两个就很帅。
恭喜刚刚五位中奖的大佬哦，这五位大佬记得填写一下你们的收货信息，好吧，你们的收货地址啊，还有那个电话呀、啊、还有那个，谢谢小美，欢迎小美，谢谢小美的飞机，小美大旗，谢谢小美，谢谢大家荧光棒。中奖好吗？没事，一会儿再给你们抽，好吧。不要着急，一会儿给你们抽。现在的话，剩下一个上路的塔没有破掉。中下都被我们给爆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下这边，但是队友不过来，我一个人的话其实有点危险。亚凡过来不过来，我可没慌，你我跟你说，敢不跟我打？这么怕我，我残血兄弟。这闹的！亚瑟就比较刚猛，举着他的烧火棍，这么几个输出呀，这人头不好抢啊，真不好抢。人见了我就跑，都被我打怕了，你有啥办法？不过我输出应该很高，我输出应该是最高的。金牌下路16连胜。我是 MVP， 我伤害最高的 MVP， 但是的话没有杀八个。还想要跟我下一把是吧？不要。不来。